说他替我背了锅，他要是替我背了锅，我把我脑袋我给你割下来。人家针对的是他，还是针对的是我？你们自己想一想，你们动动你们大脑想一想，人家针对的是他，还是针对的是我，兄弟们，啊！我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要出去澄清，我要出去说，我要出去那啥。 他说：“你可别这样了，你可别再犯傻了，别再送人头了，别再猪队友了，这都是原话，能不能信哥们儿一次？别再猪队友了，这事儿不是冲你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我不吱声了，我不吱声了。”结果呢？嗯，再一个，当时写那歌的时候，不是你求着我写的吗？不是你们求着我写的吗？啊？ 不是你求着往西安跑住我家吗？不是你求着我写的吗？说这些没有意义，已经过去了，啊，只是给你讲述一下这个事情的事实经过，啊，但这个事情早已经过去了，大家还是好朋友，见面一样也会握手，啊，也会以后也可能一起做歌，也可能一起去做什么。但是事实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我我挺委屈的，明白了吧，兄弟们。